现在看到在投手球上要准备投球的是穆家爵的第一个球，哎呦，打了二垒方向，本垒手弄了一下，捡起来再传。穆家爵一球解决一个人次。Oh, and a nice Baker with the plays on the knockney. Nice effort survived, gets Kuzan and Pilot.Nods the knockups though. Baker gets very low, but SKT, Fengi is backed up. A double kill already for Piglet. Manu trying to escape. Insect, he needs something. He won't get it. Big equalizer. Big shockwave comes through. Baker just absolutely devastates the ranks of KT Rolster. Actually won that duel. I can't believe that happened. SK Telecom just charges.呦呦呦，我是鲁特。今天呢，我们来玩穆家爵哈。那穆家爵呢，在最近啊，之前很 OP， 但是呢，最近突然变成非常冷门的一只角色哈。为什么？因为中路怎样出现太多太猛的英雄了啊。那没关系，我们今天就拿穆家爵来对抗这些英雄，好不好？好，那可以看到的是，我们今天对线的呢，哇，是一个图伦哈。那在前期想要跟我们换，那没关系，我们就一直疯狂点他，逼出了他的瞬移哈，他就直接这样交出了瞬移。因为如果他不顺的话呢，怎么样？我们很有可能可以把他毒死。在前期的时候呢，我们打图伦是非常好打的哈，就是他要进来用二技能上来的时候呢，我们就一直疯狂的普攻他就对了。那这时候呢，我觉得美娜绝对是还在这个草丛，果不其然啊，哇！有够烦的，一直住中路哈。那没关系，我们这边呢，刚刚也把那波兵清掉了。这时候看到我们的人鱼哦，在敌方的蓝区哈，那没有打起来，所以没关系。这时候呢，先来蹲个草，看到这个美娜给他走进来了之后呢，怎么样交了一个瞬移，但是我们还是疯狂的补攻他。那这时候呢，图伦想要过来哈，没关系，他要过来的时候呢，我们就一直打他就对了。好，那我这场带的奥义呢，是一个荒芜精灵电巫哈。荒芜和电巫就不多说啦，法师必备。那精灵的话呢，可以帮助我们增加攻速。这边可以看到呢，队友在下路已经打了起来，我们交了一个瞬移，丢了一个一技能，疯狂的普攻哈，然后有二技能就按二技能，就这样成功的拿到一颗头两个助攻。好，那装备的部分呢，一开始我先出了一个魔防鞋之后上了一个大法球啊，然后呢出了一个现在非常 OP 的冲锋战甲之后上了一个恶魔的微笑，然后再出一个冰跑，最后呢把仙灵给它合出来。那如果你觉得魔攻的英雄对面魔攻的英雄很多的话呢，你也可以先把仙灵出出来哦。那这个装备呢，我觉得这一套给予我们的坦度啊非常的足够哦，就算图伦直接往我们脸上踩怎么样，我们也不会死哦。那我们在会战里面要做的事情就是什么？就是一直疯狂的普攻啊，然后看到有谁有输出跌到五成了之后，大绝直接给他按下去哦。那虽然啊，穆家爵并没有一套非常高的爆发哦，但是呢，我觉得他在打持续输出上面呢是非常勇猛的哦。我们每一下普攻呢，普攻到敌方的敌人怎么样？哇，他们就会持续的被撩血哦。那个血越来越少之后呢，他们很有可能会错估自己的血量。好，那没关系，这边呢，哇，队友在蓝区打了起来。好，那没关系，我们这边就来支援。看到战尼尔飞了下来了，这个我们是一个四打五哈。好，那我们呢一直在后面疯狂的普攻，直接把欧米加给他干掉了。哇，成功的完成一次四打五，对面死了三只啊。哦，没有，最后连图伦也往生了哈，对面一共死了四只，那我们这我方呢死了一只哈。那我们刚刚呢全部都是助攻啊，那这时候不知道谁闪了问号哈，那没关系，不用理他。看到我们的人鱼呢，哇，在吃对面的蓝。那穆家爵拿到蓝也是蛮开心的，二技能可以一直狂放哈，可以帮队友补血，然后造成敌方英雄的伤害，也是蛮好的一件事。所以呢，能拿蓝呢，我们还是可以拿蓝哦。好，那在玩这一支的时候呢，我会把攻击设定成血量绝对值最低哈。那我觉得在玩这支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个小诀窍，就是我们可以把自己当成射手来玩啊，就是一直在后面疯狂的普攻就对了。然后呢？只要敌方的英雄怎么样，有谁哦被跌到了五成，我们直接给他大绝，给他按下去，哇，保证超痛的啊！好，那这边呢可以看到我们队友已经全部集结哦，这时候对面的外塔呢已经全爆了哦，上中下的塔第一座塔已经全爆了，那可以看到战尼尔一个人在上路，那没关系，我们现在中路这边来给他点一下图伦啊，那他一定觉得我们非常烦哦。那这个奎伦一直想要抓我们，那由于呢我们出装是比较坦一点的，所以奎伦一下并没办法把我秒掉哈，那这时候呢，美娜一个走位失误啊，那被我们一个疯狂狂点了之后呢，就这样往生了。
那奎伦交了一个大绝之后直接往塔里面走，但是这时候出现了一只欧米伽，于是呢我们就一直疯狂的普攻，然后呢就成功的把欧米伽给他干掉，比数来到13-1，我们战绩是306、啊、算是一个蛮猛的战绩。好，那这时候对面死了两只，那没关系，我们看到图伦想来守这座塔，直接怎样走到塔下点他啊，没关系，我们就一直疯狂的普攻就对了，不要小看我们的普攻，我们的普攻造成的持续伤害是非常多的。好，那刚刚那边呢队友没有过来，于是呢我们就先来把中路的兵线给他清掉，之后呢这时候我们的奎伦也过来中路了，那可以看到图伦待在塔下，那我们现在接下来呢往上走来看有没有机会抓到这只赞尼尔，但是呢他一个跳直接跳回塔里了啊，那没关系，我们不要放弃任何一丝可以输出的机会齁，那没关系，我们这边呢哇看到队友打了起来，把美娜给他干掉了之后呢，我们一样一直在后面疯狂的普攻啊，成功的把欧米伽还有美娜给他收掉了之后呢，拿到了一个 double kill， 比数来到了16-2，我们战绩是507齁，那这时候呢我们就来点这座塔，可以看到呢哇这战尼的血量非常的惨啊，不过很可惜的是呢我们瞬移了之后没有普攻到他，多普攻了两下这样大绝他可能就死掉了，那这时候呢这个奎伦一直过来想要杀我们啊，那没关系，我们就打一下之后怎么样拉打，就是打一下之后呢往后拉一下，可以看到呢我们队友的血量都非常惨了，但是敌方好像抓住了一个机会，一直疯狂的想要把我们全部都给他收掉，于是呢我们就这样英勇的牺牲啊，那我觉得冲锋战甲这一件装备哦，在这一次冰雪节改版里面怎么样？可以说是非常猛的一件装啊！在我们受到伤害了之后呢，我们可以疯狂的叠加我们的跑速还有输出哦。那我觉得这真的蛮猛的，尤其是玩一些像是坦克啊、像艾瑞啊、欧米伽啊，都很适合可以出这件装备哦，真的蛮猛的。那今天呢，虽然我们玩的是木加爵哦，但是我觉得出在木加爵身上呢，效果也是蛮不错的啊。因为木加爵呢刚好就是那一种，如果今天呢会战打了起来的时候怎么样，我们在战场里面存活的越久，我们的输出就越高啊，而且那个输出呢是倍率上升的，因为它的毒呢是可以叠加的哇，所以呢我们今天存活的越久打对面就越痛啊，好不好。好，这边可以看到我们来中路抓看能不能抓到对面这个奎伦，但是呢他一个大绝怎么样就直接闪掉了，那可以看到赞尼尔呢一个人哇在非常深的地方啊，但是呢我们走到的时候呢应该已经飞走了。好，那没关系，刚刚那边虽然没有抓到赞尼尔了，但是因为现在敌方非常的怕我们啊，我们现在算是有一个比较有优势的一方，所以呢就直接开启了这一只炎魔神凯撒，他也成功的把他拿掉了之后呢再来中路清这一波兵，看到人呢就直接往他的脸上丢我们的普攻就对了，这时候看到一个美娜，奎伦下了制裁，美娜被还到了之后呢，我们一直疯狂普攻他，再按了大绝，可惜尾刀被输给捡走了。好，成功的把美娜给他收掉了之后呢，这时候可以看到我们队友全部在中路附近，于是我们就赶紧的过来跟队友们汇合，那这时候呢兵线也即将要到了，于是呢我们可以准备来怎样把这座高地塔给他推掉啦。好，那这边呢可以看到高地塔推掉之后呢，我们不用怕哦，直接往里面走，一直疯狂的普攻他，我们普攻他比塔打我们还要痛啊。于是呢在会战里面的时候呢，我们现在奎伦虽然想要抓我们，但是呢可以看到的是他一个开了大绝之后呢，在出现的时候打我们只耗了两格而已啊，而且并且呢我们还可以一直疯狂的丢二技能来普攻。欧米伽赶到了之后呢，对面好像有一波想要反打的机会，于是呢我们先拉出来，拉到高地外了之后呢，美娜就这样被我们毒死了，于是我们再交了一个瞬移，按了一个大绝，很可惜的是图伦差一点点就往生齁。那打完这一波之后呢，我们还有三个人活着，于是呢就成功的把这个珠宝给他点掉啦。好，那木加爵呢也是属于那一种就是很可以折磨对方的，有没有，我们这样边普攻一整场下来几乎都在普攻，也打了30%齁，快35%，算是一只蛮猛的一只角色啊。好，那以上就是我今天带来的木加爵中路实战解说啦，希望你们会喜欢。那如果看完影片喜欢这部影片的话呢，不要忘记在影片下方帮我按赞订阅留言分享哦。我们明天见啦，拜拜。